哦天啊，我刚刚拉这个气是不是有点长？Hello， 屏东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屏东三大日这个音乐节的蔡明佑。哇，我好久没有在屏东唱歌了，然后今天可以在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演唱自己的歌曲，觉得相当的幸福。你们有觉得幸福吗？有觉得刚刚这首歌蛮甜蜜的吗？有。刚刚这首歌是我在之前拍的一个偶像剧《原来是美男》的应该说这个剧当中的一个片尾曲，然后希望你们都很喜欢这首歌，有喜欢吗？有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想要为现场今天来看我的所有朋友们，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剧里面知不知道还有另外一首歌，而且接下来我想要唱的这首歌是一首我平常不会在台上唱的歌，然后我为了这首歌就是压力还蛮大的，但是我希望我今天可以就是唱得很好，然后把这首歌唱给你们听，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最安静的话。